我是亚威有奈。我从事空拍已经有2年了，在去年背了100多场的空拍，有 MV， 还有建案，以及广告，有棒球场，还有警察局、消防队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堆车的影片，都是用空拍机所造就的，所谓上帝的视角。大家都说 YouTuber 是现在最夯的职业，其实空拍才是最好的职业，最赚钱的职业。想知道空拍到底有多好赚吗？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我一个案子都没有。